其实不是袋鼠，而是才八个星期大的吉娃娃狗。不管是和主人撒娇或是喝水，模样都相当惹人怜爱。不过仔细看看，这只名为涡轮小袋鼠的吉娃娃生下来就没有前脚，还差一点流落街头，所幸有好心的主人收养它。And I have a special bond with, you know, little fur kiddos that need a little bit of extra help. 为了让这只吉娃娃也可以行走自如，艾希莉和同居男友雷伊想尽办法用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改装成像这样的一只，希望对宠物有所帮助。他们把影片 PO 上网络，引发广大的回响。有工程背景的热心网友运用 3D 列印技术，让这只吉娃娃成为名副其实的涡轮小袋鼠。Once he got in the car, it was just big smile on his face. 有类似状况的宠物其实不少，而且每只猫狗的肢体障碍状况不同，最好是有量身打造的辅助工具。Being able to print them is a lot quicker than having to hand sculpt every single mold.有了这些经验，艾希莉和雷伊正打算用捐赠或贩卖的方式，让更多宠物可以和他们的爱犬一样，恢复活泼好动的可爱天性。记者徐佳仁报道。